夫人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因为周刊有提到您是不是有要去美国这样子，他说是不是因为明天要去美国，所以被搜索。佩琪姐有要前往美国的计划吗？有预备一些衣物这样给他吗？佩琪姐这边是一些换洗衣物吗？以后嘴巴不要那么坏。佩琪姐，你也会跟着上车？往后，往后。我要上车。刚不出来，现在讲那个屁话干嘛？什么？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啊，就你在推，往后，就你在推。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佩琪姐，你也会去说明吗？你会跟主席一起说明吗？早上这样状况还好吗？再往后退，再往后退。不好意思，后面有人。哎，准备起要上车。来，让我们坐一下，让我们坐一下。主席他已经上了，他上货车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吗？你们还有任务，先去陈佩琪哦。佩琪姐，会觉得被政治迫害吗？佩琪姐，我要去美国吗？是打地主要躲去美国吗？佩琪姐为什么会一起被带去廉政署？佩琪姐，刚刚柯主席有没有威胁剪掉说会政治风暴？佩琪姐，终于告诉你们夫妻要躲去美国，有些事情吗？哇哇哇哇！为什么佩琪姐要一起被带去廉政署？他们有偷到什么东西？最新状况，柯文哲已经步出了他的家中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。你家中有要去美国吗？主席有没有威胁剪掉？主席有威胁剪掉会亮出来吗？到了哪些内容？大家不要动，等我一下。大家退两步好不好？好，让他安静。好，不要讲话，暂停，安静。好，听着，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当然，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，哦，要做这个动作，就这样。主席会觉得政治迫害，好，没有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觉得什么，不要预设立场。我们还是希望台湾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，但是这样，今天他们既然他们做了，他们就要说明说，他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有合理的理由，要来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，还有我个人的住家跟办公室，他们要说明。好，就这样结束。在楼上待了4个小时，他们不知道什么。夫人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周刊有提到您是不是有要去美国这样子，他说是不是因为明天要去美国，所以被搜索。我的天哪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佩琪姐有要前往美国的计划吗？他的包包在我这边啊。有预备一些衣物这样给他吗？好运，算算算。美国吗？佩琪姐这边是一些换洗衣物吗？没有，不是。你要嘴巴不要那么坏。佩琪姐，你不要出来。往后。我要上车。刚不出来，现在讲那个屁话干嘛？什么？小心，不要推。就你在推。往后。就你
再推。我们要出来骗选票，都来了。佩琪姐，你也会去送礼吗？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佩琪姐，你也会去送礼吗？你会跟主席一起去送礼吗？早上这样状况还好。主席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后面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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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哎，陈佩琪要上车，来，让我们坐一下，让我们坐一下。主席他已经上了，后面有车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因为还有这目前是陈佩琪哦。佩琪姐会觉得被政治迫害，今天要去美国吗？我很苗条，是卡定主要躲去美国。不好意思，佩琪姐怎么会一直被带去廉政？不好意思，来，没啦，让我们上车一下，往后退一下，各位往后退一下，都快点放下。佩琪姐，往后退一下。终于告诉你们。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